觉得今天自己准备的比较充分是在顺逆风的战术上，因为上一次跟他打也是三局输的比较可惜吧，所以自己这一次做好了很充分的思想准备，然后我觉得在困难准备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充足。我觉得自己的开局吧，因为这几场球打下来，我自己开局的投入都会比较慢，不管是在顺风还是逆风，所以我觉得自己赛前的活动啊，包括上场的精力的投入，我觉得是需要做得更好。我觉得我的目标是渴望每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所以我会对每一个对手每一场比赛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去展现我的拼搏精神吧。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全力以赴，就是可以展现自己的状态。对，谢谢。